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6岁，来自河南，是一名学生。女嘉宾小罗22岁，同样来自河南，个体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这个怎么认识的？1年多，我篮球队的队友啊给我介绍他的。哦，你是现在自己工作是吧？给自己打工。对，我自己工作。做什么呀？美容顾问。那个小片里面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，你说他不认可你是吧？对。你怎么会有这感觉呢？就平常吧，他总是对我发脾气，不管大事小事啊，就嫌我做的不好。比如说呢？就比如说吧，家里你小事确实没做好呀。那是上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，然后我有事跟因为工作关系，所以我要出去一段时间。就是我爱养小宠物，家里有2只小猫咪，然后我就说你每天帮他们换一下猫粮，换一个干净的水，让他们吃饱。但是你看我回来的时候家里都成什么样子了，先是我心爱的花瓶摔碎了，然后刚买的沙发还有椅子全部都被抓破了。这是他干的还是猫干的？猫干的。那你应该怪猫啊。但是因为我走之前就是已经安排的，我就是害怕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我往家里寄了一个笼子，然后就是说你走的时候可以把它关进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。那我关了，我刚才把它关进去的时候吧，那猫一直叫，然后我就不忍心就把它放出来了。因为当时我就说它现在已经开始调皮了，你就注意它一点。我都已经跟它提示了，它就应该把那个猫咪走的时候关进去。哦，确实咱这件事做得不符合领导满意是吧？反正就什么事都不符合它心意。那咱们家那翠花呢？翠花？翠花是我家的一条泰迪狗。哎呀，翠花又干嘛了？上了盘酸菜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平常的时候就是有事，然后我需要工作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看住他一下，不要让他乱跑。就是因为他没有看住他，翠花然后跑到我房间里，他想要跟我玩，但是当时我正在做事情，我就没理他，他又咬了我一口。就是因为你没有看住他，所以他才跑进去的。咱们不说你们家那些成员了啊，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事让他不满意的？就我觉得小平常的小事他都不满意。他情商特别低，就是不会处理这些异性关系。他在厦门的时候有一个女同事吧，是追求他的，也知道他有女朋友。他不还在读书，哪来的同事啊？他就是寒假的时候去做寒假工嘛，然后就是有一天我们俩都很忙，他要去学校忙，然后我要在工作，就回来的时候我就见他一直在聊天，晚上的时候他还在聊天，边聊还边笑的那种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我说你聊的是男的女的？他理所当然就跟我说就女的呀。对，就是普通同事的关系。然后我就跟他平常聊的话题啊什么的，我聊天记录我都给你看了。你给我看，你看那个女生那说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这么久不找你聊天，你都不知道找我聊天吗？那么暧昧的话你都不知道直接拒绝吗？更何况他也知道你有女朋友呀。那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对他又没感觉。没感觉就可以聊了吗？而且我当时正在帮你按摩，我自己都累得不能行，我还想着帮你放松。也就是说你一边给他按摩，他一边跟沙老师聊天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这是多气人的一个场景啊。然后他还觉得就是我没做什么错事，我又没跟别人就是做出格的事，我就聊聊天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这是你不对啊。我就刚好然后当时他刚给我发信息，我就回了一下，然后被他发现了。你看他都这样说啊。还有大事吗？还有还有啊，就是他老是疑神疑鬼的，就是翻我手机。那我也不是故意的是吧？那天我看他把手机拿过来了，我就看一下，然后就弹出来个消息，然后就陌生人加了微信，我就好奇，我点开看一下，他下了什么聊天软件。当时那个软件是就是我护照办下来了，然后我想要就是出国游玩的时候，但是我英语又不好，所以我就下载了一个关于英语的就是学习软件，可以和外国人就是交流的这种。那加他加的都中国人聊天，然后那加的是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是吧？那你上中学的时候上小学教你的英语老师也不是外国人啊，中国人也可以和中国人聊天。那聊两句问你微信号，那你又给了？我没有给啊。那我明明看你给了啊。你说的那另外一个那到底几个呀？总共就这两个。等等，慢点，有点跟不上了啊。你有俩微信？不是，就是那一个软件，他说是那个软件。你说不是说有一个男的找你聊天，说你有微信吗？
我说不能给啊，不能给。但是他说给了呀，你说有俩呀，是那个号，我听错了吗？他形容的都不对，当时是一个软件，就是那个软件不是微信，是单门用来、就是。但是人家不是问你要的微信吗？对，要微信。然后他到底几个微信啊？他一个微信。就一个微信，然后就一个微信。他平常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，都不会说，容易误导别人。那个两个是什么呀？就是两个人跟他聊天。哦，我跟曲伟都聊了。后来他把那给曲伟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，没给我啊！你们说清楚啊！不是，那你还是给了呀？我给了，但是因为那个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就是他问我，他说你好之类的，然后我就回复他了，然后他整个人用英语回答的，就是比较绅士的那种，他又不是流氓一样，就是上来就要你微信，之后他就说啊，我能不能要一个你的微信？我又不，我想着他这人那么绅士，我又不能不给，我就给他了，但是我微信上没同意，当时我给你解释的时候还让你看我手机上添加记录了。那我觉得你就嫌弃我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啊？我拿。还有别的想法，都是你想的太多了。